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营业的名爵《名侦探学院》第五季会员 Plus 版。我看看，麻辣香锅酱，炒啊！炒，一秒变大厨。有了这个之后，可以搞定全世界吧？搞定很多东西。今天我们吃饺子是吗？对。好。那就先和面，是不是？面都和完了，都发出来了。哦，都发好了，那直接擀了，相当于是。可能吧，我第一次没有家里面做过饺子皮。哦，这是那个面是吗？好累啊，走的呀。饿不？饿倒还好，累主要是。去了哪儿呀？啊？去了哪儿啊？这么累？好多地方。我试一试啊，我们应该放在哪个板板上？菜板在这下面，这里吗？不是，那边那边有吗？好像是有，那就是在这边吧，反正就是两边。没有哎。恩熙，你会？我会包，应该会包，但就样子比较丑。包是会包，对，包是会包，但擀，但是擀它皮儿，擀饺子皮儿也是。这里打不开，这里没有哎。这好像要活成条，然后一块一块切，然后再擀。对的，哎，聪明啊！感觉要做好久。是的，见过的。哎，吃一个饺子比擀一个饺子快多了，真的。哎，有会擀皮儿的，有吗？而且这玩意儿什么麻辣香锅酱，是不是可以拿这个来？对，就是它，就是它，长得太饺子皮。我会包，但是我不会擀皮儿。它要冲一冲，是不是？馅儿在哪儿啊？这个难道不应该是放饺子的馅儿，还是擀皮儿的？擀皮儿吧，先擀皮儿吧。你要不要穿个大衣？你这样一会儿还好，就很冷啊，一会儿冻透了。行，我一会儿再说。啊，有羽绒服，别感冒了。找擀面棍儿吗？对，在找呢。擀面杖有，在那个下边也是这儿吗？我备点料吧。旁边吗？备点那些看。不是那儿就是旁边。土豆啊，都可以煮点。来吧，白菜也可以炒了。就是搞到一起煮嘛。煮了，这个。搞到一起煮，然后煮完以后炒了，然后用那个料一调就完事儿了。对，来吧。我再找个菜板，记得这哪里还有个菜板，在这儿呢。菜板，直接放面吧。这个也行，这也麻辣。那啥玩意儿？也是麻辣香锅，调味料。直接摘也行吧？什么？摘就是？哦，不，摘不太。不太行吗？对，还是要刀。你会吗？我可以尝试，我见过，但没怎么做过。拿去。哎，好。你这个是什么？要给它先弄圆，然后摘一团一团下来，是不是？对。你直接揪下来是吧？对啊。那我再拿一个板。我觉得可以。哪里有面粉啊？欣姐，哪里有面粉吗？面粉。哦。在柜子里，在柜子里，我找找啊。掏，擀皮儿了，拿。你会不会？会。来，来了。怎么擀面？我会。我很喜欢擀吗？来，我会。你会？我会。那你来。来，那个我洗个手，洗个手。撒点面，你这样会粘。对，我在找面粉呢，没找到，没有找到面粉。怎么就光发了面没给面粉啊？给点面粉，朋友。他说在柜子里，在柜子里，那就找找。迪哥，今天要展现的是麻辣香锅，哇！因为有现成的调料。迪哥要搞麻辣香锅了，迪哥的哇，迪哥这手艺真的没有有现成的。迪哥这手艺不收我们钱就算给我面子了。别说了，有现成的调料。但是你干嘛？洗手啊。我以为你洗碗呢。这俗套副业。恭喜了不好的回忆。啊，没有，是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的碗就由唐公子承包了。谁说的？谢。哎，谢谢。不行，唐公子要跟我办事儿。唐什么？我可以微洗，我还微洗，微洗意思一下洗，微洗。你没有找着面粉吗？没有面粉是吗？面粉，哎，是不是？面粉，没有哎。这儿啊，小麦粉
哎呦，厉害！小麦粉可以吗？是啊，小麦粉就小麦粉就是面粉啊、对。朋友们，今天因为是这样，就是马上要过年了嘛。然后又有家人回家，所以我们一起包饺子做年夜饭。太好了！今天我们主题是年夜饭。好。年夜饭。年夜饭应该有的小孩在玩手机吧？我说刀去哪儿了？你要把刀吗？我不用，我就搁个袋子。啊！我又重新拿了把刀出来。我们准备两个吧。这儿刀有刀在那边。我们准备两个板儿，一个。嗯，这是啥？吃饺子呀，过年得吃饺子，没有饺子哪成年呀？咱们四川没有饺子也能过。咱们湖南吃。但我每年过年都吃饺子。哦哟，你是哪里人？因为我奶奶特别喜欢做饺子。你奶奶是哪里人？哇哦，欣姐现学。这是现学什么？麻辣烫。麻辣烫。麻辣烫、哦、用火锅底料做麻辣烫，对，哎，是不是要用牛奶？好像没有牛奶，然后方便面就把东西往里放，嗯，然后就一顿煮，一顿煮。这有什么需要学的吗？不是啊，你总得知道点流程嘛，总得知道点流程。我那火锅底料呢？你有用吗？我没用啊，我不是，你煮什么？麻辣烫。哦，煮麻辣烫可以吧？都行，不，它有现成的麻辣香锅料，你直接煮了炒了完事了。阿普说现学呀，不是吧？是现学，来吧。按源还不简单？耶，按源，你看这不还是？我也需要按源。跟我一样，这个可以按源啊。你看，哎，长方形就行了。啊，这个可以，还给我酱呢。他到你们那边。吃饺子吗？过年吃啊？哪儿不吃饺子？中国湖南不吃，湖南不吃吗？湖南过年真的吃，浙江也不吃啊。那你们过年吃什么？我们过年就吃团圆饭啊，就吃好吃的，对，吃肘子。吃那主食吃啥呢？米饭呀，因为我们湖南是鱼米之乡。哎，那我们现在不是在湖南吗？嗯，对呀、啊。那我们就不吃饺子。那我们为什么要吃饺子？因为想吃饺子嘛。我什么时候说？因为大部分中国还是大部分有很多地方要包饺子。先这样过一下，然后大部分城市都吃饺子。转着。饺子、馄饨、汤圆儿。我再给你拿一个那个擀杖吧。好，你先用这个，谢谢，你先用这个。哎耶！哇，文涛，你这手法很专业哦。我看看。必须。这有点黏。可以可以。撒点粉。撒粉。那我们的馅儿在哪？撒花儿，馅在这儿。啊，可以。完了，小齐这完全就是一个新手状态，输了就输很多。你这、就是你看人家文章就是擀得很顺畅，一看就是。我拿那个再用一用。你看这个真的可以包包子。包包子，皮厚是吗？嗯。啊，找着感觉了。拿个碗。这太小了，这案板。有碗吗？这里面。碗有。来，要几个？拿个碟子，然后装这个面皮儿。啊，拿个碟子是吧？恩琪弄了，那就这个吧。那我们拿什么包饺子？饺子包完放这边吧。好，你就放这里吧。那你也撒点面粉。撒一面是吧？来。王总，这里吗？不够吧。啊，那就够了。那就得五勺了。之前三勺，六勺。咋多了四张嘴？六勺。多了四张嘴，要六勺，你是看不起谁？六勺是吗？太多了吧？啊、这个还好吧？多了三张嘴，四个眼睛，好多人哦。Hello， 博哥，这里，恩琪，哎，恩琪的衣服。哦，感谢。那你怎么着？我是哦。啊，您帮我搁这儿就好。你这儿也不好穿是吧？对，我一会儿再照。贵州。哎呀，你怎么着？我整点啥？包饺子吗？对，这么是不是博哥的专业？各位专业，就是在上交大包饺子专业，效果饮食专业倒也谈不上。洗个手先，就是效果饮食文化。太硬，真的要包吗？包点呗，那还是假的要包？我们每个人吃一个差不多了，意思。我也觉得。啊，放硬币吗？还是放什么？哎，这个容易出事吧？放个保证，今天兑换券。放个枣。放曼妥思，哎，可以可以。来一个曼妥思，那肯定要放曼妥思、啊。哎，可以。可以把曼妥思碾碎的融在面粉里面，曼妥思饺子，终极起飞黑暗料。
怎么能叫黑暗料理？起飞之清爽，曼普斯果味。新年清爽果味，新春大套餐。饺子没人搞，有人搞吗？我来吧，我都在弄。白桃薄荷猪肉大葱馅儿，啥馅儿的？白桃薄荷馅儿。青提牛肉小茴香。哎呀！哎呀哎呀！主要是这个太小了。你看，他说我切的大，哎、你说我切的小。不是，是这他说案板案板太小了。对不起，想找机会为自己证明来着。来来，不，你不是切的大小的，你那边切的不圆。来来来来来，接饺子皮儿了。手工煮。淘三遍米是不是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然后就加矿泉水。手工煮。来来来，我们要不要给不要一个一个给？就是来手工煮。我们直接那个、一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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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马一摞这玩意儿啊，行行行，对，马一摞给我们。你是有蘸水是吧？嗯，我这个没有蘸水，还要蘸水，蘸水那个什么一点。就是肉湿的话可以不蘸，但是有时候不湿你粘不上。OK。就那个边儿得粘一圈水。包点蒜吧，没什么事的话，是不是没我啥事干？再拿个案板一块来擀吧。这面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啊，这么弄就很没有劲儿啊，朋友们，要不我整整，整你来，嗯，你要把它给先给那个，他这让会整的人整，他这面还行不行啊？这是揉一揉，让会吃的人吃，因为是真实的要吃，真的要吃吧，朋友们，这个面已经不行了啊，已经不行了，不是已经那个，你看还能不能抢救抢救？那就送医院吧，有抢救吗？还能抢救吗？救一救呗，不是这么高啊，大哥。但不是你们这个，哎，你们这个面都是揪出来的，为什么会得到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制作流程？应该是怎么样？它切成你应该先搓成一个条，对，它搓成一个条，然后对啊，然后切的呀，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我给我找个砧板，要不我来弄。专业队来了，来那边手工组。哦，这么多，赶不上了，跟不上了，跟不上了。不是要放油吗？放什么油啊？放就是要来点面粉，蒸馒头，来点面粉。来了来了，我也会，我去倒点面粉。博哥那个技能，我的姥姥也传授给我，只不过我忘了。看到博哥，我可以来。看到博哥，让我想起我的姥姥。要不先别着急，给我个砧板，我就能那啥。你这先拿那个。但是已经没有了。不用重新活，但是得需要一个。他要给它揉起来。得把它揉一揉。不了啊，因为活了要发呀。不用发，包饺子的面醒一会儿就行了。哎，没有砧板了吗？假的，哎，他们没有，那还有就一个吗？我记得我们有一个最猛的那个呢，巨无霸砧板。我们的大砧板呢？不是，你们的是一个托盘，但是我们那个巨无霸砧板去哪儿了？找找柜子里，找找，不就在你这个下面吗？我这个不是这里面吗？不是，不就是这个，我们不就是这个吗？还有个更狠的，有一个就是重的。有一个重的吓死人的，我来弄吧。这个砧板给我用一分钟。哎妈！我用这个。哎妈！我们的小课堂要开始了，好男人之小课堂。我也不太会整了，现在。好，你放就是。好久不。一个关节那么长。上次过年的时候回家，姥姥家。对。然后我老做的时候就是，你看这样，哎这样，这样，这就出来了，这就得到了饺子，哎、突然就好了，就突然得到了饺子。然后你再这样，然后再一站，哎，那是不是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得到了饺子，然后再这样，哎，熟了。不能太那个啥，蒸那个饺子的面要软一点，不能揉太硬，是吧？对，硬的就是吃面条跟烙饼啥的比较合适，就是蒸馒头了。还得是你，蒸馒头得发，还得是你，还得是你啊，博哥。你这样很难弄，你得对我找，但是也不能太多，太多的话就会那啥，对，揉进去，加一点东西。你相信我还相信他？他，那你就倒这么多吧，饭煮烂了，你相信他，你就对你这是就出问题了，你知道吗？觉得你看啊，你相信他，其实大家都只认为饭是你做的，对，但是你相信凯凯，那就是凯凯做的，对，饭做出来了，煮坏了谁背锅？那如果。煮好了就是你煮的，你煮的，煮坏了还不过是在中途给了你一点点小小微不足道的建议，对，所以说你相信他，你就把它加满。对，
我不相信他，但我相信凯凯中途给我的小建议。对，而且这又体现了你们之间的兄弟情谊，何乐不为呢？再放，你再把手放进去，我看一下。你看一下，看一下，到这了。你碰到那个米没有？没碰到。你没碰到米？没碰到。哎，我来了。不行。你手脏，我大哥，我就后来，但我指节关节比较高，就是你的这个面要碰到米哦，你这个面，完了，就是我觉得多一点没关系，多一点就是粥嘛，好，对吧？对，就是粥嘛，多一点就是粥，对，糖酒粥做粥，还很合理。哦，歇后语，糖酒粥做饭，有点水多，稍微多一点点，但是行吧，这可以，不要再大一点。我们这里有人不吃香菜吗？我不吃，哎呦，不吃香菜的是吧？大师兄，别倒，这个可以吗？就是饭可以软和一点，那不能硬，就这样吧。倒一点吗？不，这快点，这还没整完呢。我感觉半个小时以前就在弄，在煮饭，这个煮个米饭而已啊，还在搞。能不能多包点馅儿啊，哥？你这个要破的呀，直接当圆子煮吗？你直接当那个汤圆搞。哦，有道理，我一捏是个包子。滴一点食用油，没事了。滴一点油是吗？滴一点点，一点点食用油，一点点，三滴。好，三到四滴食用油。什么，在饺子里吗？他说搞，油在哪儿啊？油这个这儿。答应我，就有事没事就咱在家就是。就也干点活是吧？三滴就行是吧？对，三到四滴。什么在饭里啊？嗯，为什么会香？对，你还可以再倒一点点白醋，哦，也可以，就是蒸米饭的时候。哦，还敢啊？敢那么厚，很难吃啊！就全是面啊，不然。这个咋弄，哥？这个弄不了了，好像有点。就是你要用擀面杖的中间来弄它。不好吃，就是小心上有个刀啊。小齐的问题。怎么了？中间还是用的怎么了啊？没事，没什么。我干嘛了？什么是我的问题？我听见了这句话。他加了白醋，加了白醋真的可以的，加一点点了。你知道我们第二季吃的每一顿米饭，我里面都加了一点点白醋。哦，怪不得呢，我都录完了，怪不得你没录过第二季。你没有第二季，你根本没有录第二季。然后那个这个话也真的是，怪不得你没录过第二季。哎呀，不好意思，真的小何真的是啥话都能接，不好意思接货了，接错了。咱俩好像没事干，都被他们干完了。咱俩在这站着给他们加油吧。加油！哇，我们夸赞一下。九州，你们东北的饺子有这么大没？很大，比这个要大，比这个还大。对，真的吗？嗯。我跟你讲，我那个……哦，跟这个差不多了，这个挺大了。但是我家都是馅儿放好多好多。馅儿多啊，这够多了吧？够多了，太多了。因为那个皮儿很大。哎，你们蒸米饭的时候，米饭好了以后把馒头摆上去。哦，是吗？就可以了。它腾起来了，它就热了。腾起来是什么意思？没有菜板，太少了。我们应该还有个大菜板。这儿菜板可以用了，请用。哦，这个不用。那个不用。我来，你会那啥是吧？那个不用。这个菜板要拿去用吗？不用，这个菜板用不到啊，用不到。嗯，你要玩不？来，我不玩，试试、啊、玩一下。我拍一下干嘛呀？我就是你摁一下它，它就会比较圆，然后比较扁，比较好擀。是这样吗？试试呗。它黏糊上了。就所以你不能一直你对像，你可以摁着你这个手放在这边。你的右手放在这边，然后你用这个东西的中间去擀。哦。就比较容易。哎。好的，姥姥。这个是，哇，可以啊，差不多，可以，姥姥很满意，姥姥说差不多，可以吗，姥姥？我的庞老，我和我的庞老，我和我的庞姥姥，可以吧？闻到了一股方便面的味道。嗯，哪有方便面？方便调料的味道，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我感觉。很香，是啊，非常香。方便面那绝对就是最诱人的货物。我看一下糖酒粥的，你平常在家帮你老干点活行吗？帮你老可以的，家开饭馆的，你闹呢？我就说呢，怎么这么会吃？哇，九州，而东北，我东北天天吃饺子啊、嗯，对吧？九州，你东北哪儿的呀？
就长春说，你东北哪里的？东北长春啊，你长春人啊，吉林的。能搞一点稍微小的，我一个人可以吃，我一个人可以吃包出来30个。那这盘你先拿走好吧，你先拿去吃。我们家都是那么大，真的吗？真的，山东有吃这么大的？嗯，你家很小吗？真的，我们家山这么大，就是太影响口感。就是我家穷，就是馅儿不能放那么多，得靠面来把人吃饱。对，都很小，所以面各得切了。就要切小呀，你切大了肯定是馅儿放的多呀。你馅儿大了，不是你馅儿那个大了。人家文涛吃的是薄皮大馅儿的。不是你那个馅儿大那个，你知道那个叫不叫饺子？那个叫啥？那个叫盒子，韭菜盒子。谁的烧麦吗？不好意思，在下的有什么意思？哎，那谁捏了个烧麦？看一下，这应该也不叫烧麦。这个是谁捏的？严格来讲，这是谁捏的？这一小包子是不是在下啊？有什么要指教的吗？是你吗？啊，是我。嗯，可以看出来，真的没有一点动手经验的。啊，这些是我弄的。哇，可以看得出来，非常有动手经验的。我给你变个魔术啊！能吃就行了啊！最好能给我变出一个魔术来。你最好不要让我冷掉。这个东西塞到手里，对吧？啊？然后呢？把这个放上面。什么？把什么放上面？啊，一个绿豆。一个绿豆。啊，然后呢？然后呢？你把手展出来，把手拿过来。一个烧麦，周杰伦变的吧？我操！怎么了？玩大了！看到了一个，就你还是别知道，你还是别知道，就知道又得拿出一晚上那种事是吧？你让一个脱口秀演员看了说呢？怎么说？都没话说，精彩不能反复观看，一个限定版的精彩，这是。哎，咱们也去包蒜嘛，我觉得阿普一个人包蒜也挺包的。我给你们一块包点，给我两个，给我一半。包蒜有什么技巧吗？大厨。对。哇哦，像是咬花生、咬瓜子那样包是吧？对。竖着捏。竖着捏。哇。技术的进步带来生产力的革新。对，我的天哪！庞博刚才教我了包蒜小技巧，包蒜效率得到大幅提高，感觉是一件坏事儿。这没事干了。我还可以教你一个包蒜小技巧。可以拿那盒子晃来晃去，好像。直接拿刀背。拿背刀一摁。对啊，一摁不就好了？可以把尾巴切掉是吧？哇，这就是麻辣烫吗？啊，咋样？可以吗？可以。色香味俱全的吗？黑白双煞，至少不会吃出问题。这样吃法，耶、yeah ，对吧？哎，我们有面条吗？有吧，应该。辣豆腐，哦，粉条啊，那是。哪粉条？这个哦，这不是，这笋哦。啥？火锅川粉的吗？可以，放你。火锅川粉，那你帮我把这搞开，好不好？直接搞进去吗？直接给它叼进去。这不够吃吧，一人一根，感觉够的吗？谁先到先得，咱们得加点水。哎，我们这儿有好多火锅食材，你们知道吗？哇塞，不知道，其实就可以煮在它这个，它已经按照火这黄喉，直接 why not？ 鹌鹑蛋、鸭血，直接整进去啊。豆皮儿，鹌鹑蛋呢？这儿鹌鹑蛋，搞，就直接倒进去呗。鹌鹑蛋在哪儿呢？这儿。哦。这两个你们都可以用的，你也可以用，你也可以用的，就一样一半吧。鸭血你要吗？清汤两红汤各一半，谁适合？我这是红汤，清汤。你那也是红汤啊？在焯水。你那个没看出来的吗？我们家是火锅食材都可以吃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青椒、辣椒。这样要下吗？下。你们煮吧，没事。这是什么？但是那是毛肚，一肚就老了。对对，所以我。你的可以焯，我待会儿炒的时候放下就完事儿了。你还要炒啊？对啊，香锅是要炒的。那我这锅是不是得给你腾出来啊？等你用完了吗？哦，哎，还有锅，它还有豆皮。壳。豆皮可以的吗？可搞。豆皮不怕煮老。来。哎呦。扔进去。全整进去啊。全整。又全整。煮成。好，煮成一锅。今天人多。你这个是红汤啊？啊，我要捞起来再捞起来是吧？炒，我是干锅的嘛。麻辣干锅。你还有锅吗？我看一下。
对，如果你有锅，你就可以，你不要等我这个。哦，有锅，到处都是锅。迪哥，你这个焯水要一年吧？到处都是锅，你得盖上它，不然你这个老不开。我这还行，我现在准备往里加那什么了，蘑菇可以下了吧？蘑菇可以了吧？蘑菇可以了。别客气，多撒，放心撒，放心。不行，这你这太香了。哪个？就是你这一锅。这个料是吧？哎，而且，要么我们先把那个床给铺好。好啊，好啊，走吧，反正现在也没吃。面对对对，我们去铺床了。我们去铺床了。九州、啊，要不要去铺床？我们一起把你们铺了。你还需要在这儿擀面？你们可以帮我啊。走走走走走。九州在这儿擀面，对不对？走，铺床，不然实在没事儿干了。走吧。走。走。九州，我帮你铺床去吧，走吧。行吧。博哥来，博哥来。我都行。哎。我去铺床，走。我现在有个想法，你们想不想吃手擀面？手擀面？啊、哦。会很久吗？不切个切一下煮一下不就完了吗？有面条，比饺子快，真是有面条是啊，也是了，比饺子快，真的。那虽然过年但是我们年夜饭主题是饺子。对，虽然过年吃手擀面有点怪，怎么样？好辣呀、啊！好辣，那就差不多了。你尝一尝。我等一下尝，我这会儿火开着呢。我觉得还行。就不用加了，你说你这味儿。嗯，还有关火了。对。先放着，最后出的时候再热一下就行了。可以煮饺子吧？煮饺子，这个你这个挪开可以煮，这个锅也可以煮。好，那我关火了。谁来支援我？洗好了，这够不？悬，等会儿啊，拿个那种吧。你上次不是有一个？这是一大锅。你上次不是直接用了一个小锅？就是那个锅。啊、嗯！哇，这一大盆太顶了，够了。我觉得你需要一个那个。我来包饺子。你们刚才包了多少啊？没包多少，但是都很啥就那么一小盘儿、啊，但都很大。没有两个。我来了，我来了。这面揉的累了，哇！迪哥要炒，哦，锅香锅，香锅，哦，一锅麻辣香锅。哇，欣姐这个小勺，这我得咬到。猴年马月，咬到你们晚上搜线索回来，还在这咬这锅。谁拿到宝藏兑换券，谁来给你兑换这一碗？好香啊！哇，迪哥这个，哇，迪哥好香。什么？我又听不到了，什么事儿？夸你香，好香。哇，闻到了蒜香。希望他最后他自己的味道好。这是什么？也是麻辣香锅料。他那麻辣香锅，我这是麻辣烫。哦哦哦。有一点点区别，一个香一个烫，你别烫手啊！哎呦，这最大的勺是这个了。饺子弄出来真的会弄很久。哇，这也太香了吧！怎么样？呛死人！没有抽油烟机的日子、啊、真难过。行不行、啊、烫不烫？比你这也快。哎，小心小心，他这勺太没劲了，他是那种软的，跑不起来、嗯、拿那个给他，我们有一个那个、这不是舀米饭的吗哥？但是他也挺好用的。 你试试这个吧、感觉舀米饭的好一点哈，真的啊、而且你这个容易炒化，这个好多了。对，来了，那这盆哎呦太香了，可以可以，哦，好香啊，胳膊都要断了。没事，迪哥，我帮你翻一会儿。来，我帮你翻炒会儿。这么喜欢翻？对，帮你翻。行。那个太烫了。谢谢。哦，那个锅巴。嗯。留个锅，直接下饺子吧，现在。这样的话咱吃能快一点，待会儿尝尝藕好了就一切都好了。那我们搞饺子吧。可以吧，拿个锅直接下吧，来个藕尝尝，藕好了就一切都好了。我觉得是这个饺子
怎么了？可以的，可以的。再炒一会儿。东北人他见不了饺子是这个形状。你们那要求太正规了，挑出好一点的锅。能煮饺子的锅。能挑出一点，我怕一煮开了，这肯定得开，这个肯定开。可以了吧？关火。可以。嗯。不，再炒一下。一会儿炒会儿。对对对。哦，还有点微脆，反正别的都没关系，就是藕。哇，这饺子好棒，好多盒子。来，我来再尝一块，夹块藕。其实可以吃了，可以了 ，OK 了。那就起锅 ，OK。有什么容器盛？就它、这个，我取一下。那是不是可以往那边放了东西？放啊。是吧？那往那边放了啊。咱们这个也分两锅吧。两锅。哎，对，你也分两锅，就两边放就好了。嗯、对。可以。哎呦，吓一跳，小狗。那狗要过来了。可以。那边。这边。好。哎呦，那我也放一盆在这儿了啊。那就游走起来吧，到时候肯定转着圈吃。我去叫他们啊。好，直接可以开吃了。饺子就煮啊，好了，水开了就整。饺子得多煮一会儿。这个他这个饺子我感觉不是寻常，比速冻饺子还经要煮的久，而且不同的人包的这个风格非常迥异。这个饺子皮厚是吗？这边要不要再煮一锅水一起煮啊？得了，馅儿多，有的馅儿少。你的鞋带怎么又掉了？一会儿吧，我已经懒得那个什么，在这里。对，在储物间。在储物间啊，不是线索啊，也不是鸟，没有床垫啊。哇，一人干一个，直接这样拖吗？还是我们抬上去？可以吧，我觉得。可以吗？抬吧。你觉得能拖动吗？觉得，那抬吧。还是挺轻的。Let's go， 我拿个枕头过去，我一个人也抬不了。我飞到世界各地去，带上属于我的主心。靠边，这边，小心点。要把这个弄一下，我不用了。哎，抬起。没有，看见没？别死。小心点。恩琪，来，我们还需要搬一个。OK 吗？来，我一个人肯定搬不了。那让唐姐都一个人搬吧。好，但是这个船软。真的吗？你看这个厚度就不一样。行，咱今天要那床，那你一个人搬，你要这床，咱们先搬一下，搬一个。你先拿这个枕头，要不然我先。啊、对你一个人也搬不了床垫。你先，哎，我帮你们，拿这个床品。对，好。你把枕头和床垫用品带上来。拿点零碎。这个不用了，抱枕不用，我就用那个枕头就好。对。嗷！太高。那往后一点。这是啥？枕头。这是被子和枕头。来，走。最后一个，你搬这个吧，不然不配套。你真的没有，我跟你搭档我很累，你真的不给劲儿，能不能给点劲儿啊？唐宇就是在把这个床垫往下压，你看。对，他给我上了难度。他在把我往下压，他在锻炼你的肌肉。怎么那个弱弱症这个东西已经过去多久了？你还在这里？三个和尚还在这里，是不是？你这是干嘛？我受不了了。好了，你们三个要不要进行一个石头剪刀布进行选床位的一个？可以，来吧。哎，我想在最里面。我想在最外面。哎，我觉得这里真的可以摆一个，或者这个顶到这儿来，形成一个挡住他一个，对，要他这样子必须这样走一个 S 型回廊。哎，是。你何必推过来？对，这样立着吧，我觉得。睡在这张床垫上的人将会被授予门神的称号。是的，就是你。行，对，
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真不知道能走往外走啊？那我就在中间。单防文涛，哎，这咱可以三包一。咱君子，咱留一点儿，留一点，留一线生机，留一线，留一线。做人留一线，哎，这还是宽了，我觉得这个线还是宽了，宽了宽了，宽了差不多。对，王姐，一个手指，石凯帮我扑。你什么态度？什么态度啊？石凯帮 ，Let's go。好吧，那我只能自己扑了。好呀。哦，床垫上来了。对的。这个自己飞上来的。你没发现这是一个阵型吗？就为了镇住单文涛，郭文涛同学，文涛待会进来得哭了。文门，涛门，对的，涛门，这个叫防盗门，防盗门，不对，所以这个是故意的，这个叫防出门，防涛门，横在这儿的，横在这儿就是为了不让文涛出去。饭好了，吃饭，我们先吃饭吧，一会儿再搞。哎，你把你的那个枕套，你能不能就是哦。小何帮我弄一下，你挺会使唤人啊。说了今天晚上是报道团队的计划。是的，我同意了。同意吧？欣然同意加入联盟。对，就是哇。拿饮料，冰箱里有饮料，筷子，筷子拿了。好，饮料没拿吧？饮料和碗还不够。好，只有六个碗。饮料和碗。怎么说姐，来下饺子吧，那边已经完事了，那边呢，别烫着。韭菜盒在，哇，这个太黏了吧，这太黏了，这个包子行，这个包子可以，哎呀可以啊，这个饺子吃饭来，可以，快来，来了，吃饭啦，来喽，我拿两瓶矿泉水吧，来了，新年快乐，吃饭了，来，过年了，站起来吃。不用，我夹得到，马上，不许吃，好烦，不用站起来吃，我夹得到，站起来，直接给我拿个醋呗。那不站起来他怎么吃啊？流动起来，好，走起来，没事，我夹得到，这是我过的最丰盛的年。尝一下这个饺子怎么样？大家的心血，哇，饺子熟了，这饺子怎么样啊？可以，非常筋道，有没有虎虎生威？哎，过来，我把你包的那个包子给你。包子好东西，大家吃啊！来，这个只有一个，我觉得只有你的那个。醋在哪儿？醋飞了。谢谢，醋有，我去拿。这消耗有点大。好吃。有要米饭？有要米饭的吗？一会儿吃吧，我今晚上都是醋。来，水加点醋。嗯，可以。我觉得这饺子吃几个就能饱了。谢谢，多夹呀。嗯，好，谢谢。可以，我这个可以。欣姐加点醋吧。用一个。妈，我不吃。可以，但我加点小米辣。那我用这个吧，我用这个吧。能不能那个？这是迪哥的。饺子。我回去准备照你这个搞一遍。就是加油，炒。对他这个。我这饺子米饭，好扎实的饺子。熟了吗？和包子和盒子。那包子谁吃了？还有包子。包子有一个小包子。我吃了。谁吃了？我吃了。包子啊。熟了吗？还啊？熟了吗？熟了，特别好吃。有那个曼妥斯的味儿吗？就那个白桃味的。好不好吃？特别好吃，我饱了已经。剩下你们吃吧。你注意，大哥。你们这次回来看他们状态是不是跟以前不太一样？我感觉更卷了。真的非常卷，但每个人是不是都异常的活泼？是的，在活泼和那种活泼和疲惫之间来回切磋切换。那还有烤红薯，烤红薯大家可以吃，是给我们吃的。哪儿啊？就在你背后，就在你右边。别烫啊，小心手，小心烫啊！你别烫着，别拿那么多了，放里面捂着吧。在那个冰箱的地上旁边还有生的，你们一会儿出去可以把它放里边烤完，回来就能吃。可以，完美。三四十分钟就能好。
哦，对，那旁边好多。对，你们可以出去的时候把它放上，然后你们省你们晚上饿。它不会烤过哈，它一直会就那样。不会吧？它就是能保持一个状态。对。保温啊，孩子。我们一般30-40分钟回不来的。每天3-4个小时，然后回来之后还要在那个书房里一起探讨，到底是谁拿走了？对。当时你说，有请我们的探长。二号探长，我都不好意思当探长。我说不不不，我是警卫员，记不记得？记得，因为我没脸当探长。我那一刻还是有一些良心发现。你那时候早就拿到了，对吧？早拿到了，而我一个清清白白做人。他说我是探长，我说不好，不不不，我是警卫员。好，警卫员。其实我内心没脸当探长。哎，你们今天成对的顺利吗？感受咋样？挺好的，一筹莫展。对，一筹莫展，没啥进展。此人有何用？迪哥，迪哥聪慧不？聪慧也没看多聪慧，也没找着啥、啊。你看我欣赏你，你看第四个宝藏，我欣赏你。大胆是啊，迪哥一会儿拉你去看回放。小何是跟谁？我们不看别的事了，我刚刚不一起的。咋样？嗯，特别顺利。啊、嗯，已经找到了。找到了是吗？对，已经找到了，早就找到了。那我基本上看小何是独自行动，甚至想到我这边来。阿姨演了这么久，全没说出来了啊？怎么办？那没办法呀，就是很简单。何运晨自己满大街溜达，没自己一个人，也不知道去哪。他跟阿普他俩没一起吗？我们他俩一直没一起。阿普得到小何的那时候，阿普从包里掏出了他的泡泡枪。那这个就交给你了。好像啊！哇，太像了！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这个，他掏出来。这个就交给你了。哎，你再 copy 一下那个，你再模仿一下阿普说：“我何大律师怎么怎么着？”我何大律师，举着茶杯在楼上，一出门天上掉下几个茶杯，不是，天下掉下一个红包，我何大律师就茶杯接住。恩琪是跟谁？我和小齐，跟我啊，咋样？啊，我相处特别好，对对对，相处特别好，是的，是的，在这方面没有过得挺好，好，相处特别融洽，过得挺好。就完完全全就不是在寻宝，就是一个老友的一个老友记。他们仨让你选一个，你最想选谁？哪有轮到我选的资格？不都是你们选吗？你选啊？对，都是我们。你最想选谁吧？不是我们几个人能那个。三生有幸能够得到一位智者的帮助，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真的，什么叫我想选哪个？有很大变化吧？我配吗？变化太大了，这话说不一样了，成长了。你这次回来，看他们是不是都不一样，状态不一样。是，文涛变化最大。那、啊、怎么讲？文涛不说话原来。现在特别活泼，是吧？不停说话，没说话，我一直在思考我的事。因为他找到了心里的支柱，就是杨迪，一个是吧？他们有统计过，说杨迪每说三句话你就笑一下，说你整个被杨迪带的很爱笑，沉浸在杨迪的那种喜剧人物里，不够幽默，他们可能，谁能幽默过你啊？但是没想到，我不仅幽默还聪明。但是唐九州，警察局四个宝藏，唐九州。但是唐九州并没有发现你聪明。现在，哎、唐九州想跳槽了，你还没施展，因为我找到了都不，连他都不告诉。我让他陪我到处玩儿，只是溜一溜是吧？我被演了两一集是吗？一个不可能，对，到处让他到处。到明天早上还说不可能，我只是一天为迪哥洗清嫌疑的道具。他一个工具人，他还不知道。你们今儿打算几点睡啊，朋友们？早点睡呗。那希望那个能有两个人找到，然后第二个人发现已经被找到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早点睡了。对，难得欢聚一堂，你们不唠一唠嗑啥的？就是我们大家都推到最后一步，发现那个宝藏已经被人拿走了，那我们就会早点睡。拉倒吧，你们上次也没早睡啊。但是那样的话，睡得会比较踏实，第二天没有人早起。哦、对，还是看你们自己啊。如果你们想出发，随时可以出发啊。好，所以我们现在马上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三轮自由的这个推理时间，好不好？大家准备好可以出发，如果没吃好的可以继续吃。Let's go 啊，吃好了。
刷微博，参与名侦探学院话题讨论，一起探寻神秘宝藏。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名侦探学院官方微博，了解更多番外花絮。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支持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感谢指定问答社区、知乎、新闻客户端合作、一点资讯、扎克、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UC、夸克、青宝帮、智联招聘、百度输入法、WiFi 万能钥匙、探探、智行、讯飞输入法、横影圈，感谢媒体支持：中新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国际在线、青龙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网、华山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虾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不再伪装，让真相闪耀生命的每分每秒。就算世界难度升级，我们手搭在一起就是谜底。做 number one， 嘿，成为宝藏。真相就是我会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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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你 My best friend。